希望你这个有需要沟通协调，我们都相互认识哦，也有建立很好的机制，希望你可以跟公不要对群众进行一些不当的话，引起不必要的误会，这个拜托一下哈。现在已经派出所里面，你需要的话，我带你过去没关系，你需要关心他没关系，好不好？打了带出来了，那很生先生，我们会尊重你，希望不要在这边鼓噪，很多同学或许一时太过激动，我们只是暂时把他带回去，希望不要鼓噪，不要鼓噪。 我跟你讲，你们要往后退，往后退2公尺。为什么别的行人就可以过，我们这些行人就不能过？我们过马路啊。依照警察职权行驶法，你有哪一条可以挡住我们过马路？可以啊，过马路。你已经挡住我们过马路，我们没有，我们没有认为你侵害我们过马路的权益，你要让我在往后退2公尺。你讲，好，没关系，我跟你讲，你要跟这边发表你的立场，你要这边发表你的立场。我现在不是挡住我们过马路吗？什么挡住我们过马路？你解释一下为什么挡住我们过马路吗？过马路我们下红绿灯就过马路。你对我们不公平嘛？刚刚有人过马路，你不抓他。 你们挡住我们过马路啊！然后怎么样？最后你记住什么？你再讲一遍啊！你信不信我办你？你信不信我办你？啊？我们在执行公务，警察怎么样？警察是个大名称啊，警察不会办的。我也希望你，我也希望你，我们最高管。 我们追该万斯，我们追该万斯，我们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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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明天开政府，明天开大福，明天开政府，明天开大福。
们现在已经违反那个集会游行法哈，我是现场指挥官哈，苗栗分局有举牌北苗派出所所长黄颖健哈，代我们苗栗分局分局长陈家明哈，代为宣达哈，你们的行为已经违反集会游行法，第一次警告，请你们立刻停止抗争行为。现在时间，中华民国102年7月25日15时45分，第一次举牌，举牌。我们要回来了，他说可以走了，我们可以走了，他说可以走，他说可以走，为什么连自己动了都没办法？第二次，你请来，命令解散，我再问你们一次嘛。我们现在要解散了，你们为什么还要解散？你们怎么来？我请你们回去，可以，我们要走了，我们车子在哪里？跟着一起，你们跟着好，离开，解散，好，他们要离开，给他们离开，给他们离开，给他们离开，解散，解散。今天拆大埔，明天拆大埔。跟着过去，跟着过去。今天拆大埔，明天拆政府，明天拆大埔，明天拆政府。烟龙啊，这是道路哦。看到吗？同学，这是道，这是马路哦。车子啊，八个绿人道吗？警察暴力！
现在就跟他们好好讲了，他们还是不出声啊。台湾哪里会进步啊？那你们准，那你们准备要讲？可是这样台湾到时候只会更惨而已啊。你们不要想那么多，什么叫想那么多？等你像我们当已经当了28个工的人，就知道说你要提的是什么哪里要求？你到时候你会想说，跟你的想法有的人，你会想到当初你这种做法，你会差很多啦。那我带你去火车站了。好，火车站好了啦。坐这台，不要坐警车了。坐我这台好了。就我在等他们，他们就在火车站，警察也不会骗你的啦。他们在火车站等你们的，警察也不可能骗你的。我知道。啊、好，来，上车。买啊，身份查好了吗？还没吧？还没啊。来，那个先被查他跟着去。来，来，坐我们车，到我的，我会送你到我的站去。好，来。好，没关系。好，来。可是。